看看新闻网。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啊，这几天正在上映的电影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儿》，即将来袭的电视剧《步步惊情》《小爸爸》都陆续发布了制作特辑。比起镜头前俊男美女的形象啊，制作特辑里的主演们，好家伙，太吓人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诗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征。戏里你爱我，我爱他，他爱他，好苦情啊，可是在戏外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打是亲来，骂是爱。吴奇隆，你别躲呀！只是兴奋之余，请别忘了师傅的教诲：花花草草先不说，伤到了自己就不好喽。运动完了，赶紧补充点能量先。看我吃东西的样子，是不是很萌啊？好有爱哦，不像下面这一对有火药味儿。不是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？更何况是夫妻。我们两个晚上等孩子睡觉了之后，我们两个躲在卫生间里头，我去给他讲故事。那这个小爸爸是其中之一。我说媳妇，要不你来帮我演吧。那你叫什么？那什么？姐。无赖。走你。不过如果老婆大人既能当主演又手握制片人大权的话，事情就另当别论了。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制片人。我的谁的？买的。你是哪买的啊？你跟我说了吗？你就买什么？让我们先撤一下。制片人天天压榨我，肉心都没有。哎，早上6点半出来干活了，到现在就给碗白菜豆腐汤。不要找任何理由说这个锅是没盖的，超市有卖盖的，为什么不买一个盖呢？文章，我们真是既同情又羡慕你呀、啊！而在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里 ，Angelababy 有男友黄晓明的陪伴，也挺值得羡慕的。但要首次挑战干练女警，困难还是不小啊！没有经验，不知道警察是怎么生活的，警察是什么样的？我儿子没抓过人，这个经验没有。初试身手的 Angelababy 凭借认真执着的态度，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收获着成长。听听人家黄晓明是怎么评价的。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他在这部戏里边的转变还有努力。行，没在线，综合报道。